其实腾哥像大哥似的，是一个大哥，是一直在照顾。最后那张腾哥越来越帅，我怎么越来越胖？不是那个穿那个赛车服，那确实很帅。啊，衣服。你别说，腾哥眼眶都有点湿润。40大几大。我觉得很正常，很正常。腾哥就是突然来这么一下子，你就会本来生活当中不觉得哈、啊，就时间就这么过去了。我缓一缓，哥。嗯，我觉得这里面没事，哥你先说。不是，就是跟我和谁剪在一起，我可能都这样，艾伦。又打紧身了，哎呦！那是我想象的啊，那是我想象的。我是在自我解嘲。长远说：“哥哥，活着呢，哥哥。”腾哥可能刚才没看出来那是他跟谁的照片，我没戴眼镜，感叹自己的这些年龄了。对，因为这个里面其实不仅是腾哥和艾伦，可能是麻烦每一个人，就是你跟很多的这个演员，包括导演、编剧都有这样的画面，只不过我没有办法一解出来而已。下次真应该给远儿跟腾哥剪一个，杨子跟腾哥剪一个，马丽跟腾哥剪一个，然后哥好好哭一回。哥可能哭的